2016年，十万个冷笑话第三季全面升级，烂招！怪兽幽魂天灵，哼哼哈嘿！怪兽幽魂天灵，哼哼哈嘿！纳尼？技能更加华丽，这个架势，如来神头锤！这怎么会有这么粗的招式啊？形象更加清爽，看我雷巴变身，电石金刚啊！画质更加精良，我有个好方案，可以轻松的干掉他。螺旋，跟你朋友十几年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。内容更加健康，我不管到哪里，都会吸引来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受不住了！更新更加频繁。3年后，啊，15年后，我一个乖乖。故事更加科学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你吐蕃了。更多精彩等你来看！我要消灭这个世界了！一直为创造新宇宙。豌豆爆菊花啦！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每月1日、15日，真的准时播出。观众朋友们，快拿起手机扫屏幕中的二维码，然而并没有什么惊喜在里面。